男生又是有理了。今天呢，我要和我的妹妹来开箱这个类似 Pokemon 的，好像里面是乐高的东西。好，那旁边的是我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彤妹。今天我们要拍这个宝可梦。它就是一个，这个是我妹不知道去哪里买的。好，那今天也是父亲节，所以如果我爸有在看这部影片，父亲节快乐！我也要顺便告诉你说，那个父亲节快乐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来打开吧。我们已经把包装纸拆掉了，现在就这样，你打得开？想办法。它怎么爆出来？好，它里面就是有一包这个，其实这个就是，然后还有说明书。皮卡丘，对，我们抽到的是皮卡丘，那我们就可以来把它拼起来，来把它拍起来，都拍起来，把它组起来。就是，对，这个乐高蛮小的，那先把它打开，然后这样倒出来。然后你们看不到，因为我要拍照出来的样子。好，有这个，它有一个底板，然后还有一些乐高，那我们就来把它组起来吧。Let's go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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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